上阵哎。秀出胸肌，展现力与美，一字排开的肌肉猛男，涂满古铜色肤色剂，选手中就属皮肤白皙、身材清瘦的大二男同学最抢眼。苗栗县长杯健美锦标赛，全台200多位选手齐聚，一较高下。身高174公分、体重64公斤的谭同学，明明陪朋友参赛，意外夺走全场目光。我觉得虽然他的体型看起来跟旁边的选手好像有很大的差距，但是他的自信让我觉得他都赢了他们。很多人都是在家里滑手机、滑手游，可是他却喜欢健身。我是觉得我觉得他是非常棒的一个孩子。网友笑称，肯上台就是一种勇气的表现。虽然有点好笑，但他好棒，背后有光芒，肌肉不够，勇气来凑。这次的比赛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啊！我一介草民，又要怎么跟他们相比呢？在台上，自己才是主角。每个人都是带着超越100%的自信，在这个舞台上表现的。明知道与其他选手形成强烈反差感，但谭同学没有退缩，反而更勇于展现自己。有一点感染到我。以前呢，我对于健美这种东西是不太敢去想象的，但这一次的比赛让我感觉，好像我离这种健美梦其实也不是那么遥远。从起初陪着朋友参赛，到后来也全心投入跟着锻炼，一起报名，在台上意外爆红变主角，这也难怪网友笑称应该颁给他最佳勇气奖。三立新闻陈杰、沈明志苗栗报道。